就是，我们都知道你的演唱实力非常厉害，面对在烫嘴的歌也特别溜，能说一些小技巧吗？其实技巧很简单，就是先吃饱再练习。好，那我们精心为你准备了一段非常简单的文字，请你挑战示范练习完并且一声不错。懂。你们管这个也叫挑战啊？开始挑战吧。好呀，没有慢烤一百四分刚刚好，我们晚杯杯一百四分低温烘焙慢慢烤出整颗原料好滋味。咖啡坚果元气加倍，高纤麦麸管饱到位，还有奇亚籽芝士草莓好吃万岁，负担全面。王宝宝真麦片真慢烤，健康营养味道好啊！好呀，没有慢烤一百四分刚刚好，王宝宝麦片一百四分低温烘焙慢慢烤出整个原麦好滋味。咖啡坚果元气加倍，高纤麦麸管饱到位，还有奇亚籽芝士草莓好吃万岁，负担全面。王宝宝真麦片真慢烤，健康营养好滋味，味道好。吓死我了！成功是这么的吓人吗？刚好10秒，既然都吃饱了，那么你们赶紧来挑战一下吧。